我都不知道了，什么？感觉最近都怪，最近也怪怪的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兔班尼。我的发，那我在讲什么？那 大家好，我是兔班尼。今天要来玩的这款游戏叫做 Pony Island。打算先玩个15分钟看看，又不知道我的英文程度能不能。而且这游戏其实买的是去年好几年前买，我不知道啊。这游戏真的超久的。这首歌可以按吗？他说这边有 ticket。因为其实这是之前就啊，这是我找，不是我找到，因为在那很久之前我就有，是叫什么？为什么画面动不了？应该吧，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我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先玩看15分钟，玩不起来的话，就是可能要自己研究看看。好像有很多事哦，还有大堆书还没看，好美丽的书啊！先留给了。
该有前进吧。搞错什么？我可不想重来呢。我都把灵魂送给他了。
你，我可以跟他讲话。如果开到，我开转错模式，很快，怎么办？发现我转不到英语模式，难怪打不出字来，难怪刚那么难打字。没有人了，欸，只能打 yes 啊！啊，
好懂，他把它锁起来了。你真的打 yes？ 三小时。其实五芒星没有问题，五芒星其实是一种祝福。OK。没错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大概15分钟而已了。嗯，好啦，那这个诡异的 Pony Island 就今天就先到这个样子啦。谢谢各位的观赏，如果各位喜欢兔班里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喜欢者订阅，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表达你的意见，表达你的支持。好啦，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喽。